看这一题，他说小周哈、哦，从一户哈、哦，52张扑克牌哈、哦，任取5张啊，那么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那个扑克牌哈、哦，它有四种牌色，有那个红砖呐、啊，啊红心呐、啊、哈，有这个红砖，哦，红砖呐、啊。啊，红心啊，我们用 A B C D 来表示好了。有红砖 A 哈，有那个红心 B， 有那个黑莓 C， 有黑桃 D 啊，哦，4种。那每一种的话，它有13张，从那个一点哈到那个老 K 13点，哦，所以总共啊，这个有4种牌色。那、啊、这个有多少呢？有13种点数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哈，它是有什么选项？第一个选项的话，他说哈，5张呢，他说52张里面取5张嘛。他第一个选项就是说，5张的点数全部相同，这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点数相同的哈，只有4种牌色。哦，比如说一点的。那个红砖只有1张，红桃只有1张，然后呢黑莓1张，那黑桃1张嘛，所以同样点数的最多只有4张，所以这是不可能的。他说有一种方法，这是错的，不可能。好，然后呢第二个选项上说有4张点数相同的，另外1张不同，那有几种方法呢？你就说哦。你这个哈、哦、13种点数了哈、哦，13种点数哈、哦，你取一种出来，哦，那每种点数它就有4张了嘛，那这样4张点数就相同，然后再来哈、哦，你取一种点数的话，那一种点数全拿，那现在剩下多少？剩下几张啊？那就是说，52张嘛哈、哦，取掉4张嘛。所以剩下48张，那再从另外的48张里面哈、哦，随便取1张了，所以总共有这么多种方法，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呢，这个的话有没有算错？13了哈，乘以多少呢？48，这是624了，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呢，这个，就是说。取到5张的话，其中有2张一样的，另外3张同时一样，跟这个不一样，这就所谓的葫芦了，或者括号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这种的话有几种情况哈，就是说哈，你从什么哈，13种点数哈，你取1种点数出来，这种点数的话哈，你给它取2张了。就4张里面的话哈，取2张。好，那另外一种呢点数，另外一种点数的话呢，就是说剩下12种点数嘛，你取什么呢？你取呢1种点数，那种点数的话哈，你给它什么呢？你给它取3张。好，那种点数的话，你给它取3种不同颜色的，取3张。它有4种不同颜色嘛，四种拍摄的，然后取3张出来，那这个就是答案了。好，那看看是就是这个，就是3取1嘛，4取2，12取1，4取3，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啊，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，哦，这个就是所谓的3条，哦，就是有3张呢点数一样，然后另外2张是各自通通不同的。好，那这怎么选呢？就是说我从呢13种点数里面哈、哦、取1种点数，这一种点数哈、哦、我取3张，就4张里面哈、哦、取3张出来，然后再来的话哈、哦、取什么呢？取另外一种点数，好、哦，取另外2种点数了，哦，另外2种点数哈、哦、各取1张，哦，就剩下12种点数嘛，我取2种点数出来。每一种点数哈、哦，
它有四色，每一种点数哈、哦，都是从那一种点数呢，四个排色哈、哦，取一个排色，哦，四个排色取一个排色，哦，就两种点数嘛，那每一种那个排色哈、哦，就是说每一种点色哈、哦，每一种点数我取一种排色，因为一个点数有四种排色。哦，所以就这样子。那这个的话是不是等于这个呢？我们看哦，这不一样了哈、哦。十三取一，这一样，这一样。啊，这里就不一样了。这里的话哈、哦，它弄这样的话不行。为什么这样不行呢？因为这代表它是有次序的啦。但是我们的话哈、哦，取这两张它是没有次序的嘛。就是说我取那个一点哈、哦，取。一点的话，四张里面取一张，跟你三点哈，四张里面取一张，与三点哈，里面的四张取一张，一点四张取一张是一样的，所以的话，这个哈，这个是组合，就十二个点数里面取两个出来，哦，取两种点数出来，那每一种点数呢各取一张啊，那你不能什么呢？你不能这样取，你不能说不能这个十二哈。取一再乘以呢，十一的话哈，取一，因为这个哈就等于啥？这个就等于呢 ，P 十二哈，取二了，等于是 P 十二取二，哦，就是说变成哈，你这两个变成是有次序的，你那个哈，就是说它是有次序的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不对的，就是说，你先从什么？你先从十二点出来。从那个十二个点数里面哈，剩下十二个点数嘛，你取一种点数，那个把它取一张，再来剩下十一个点数哈，那个点数你再取一张，那这个是有次序的，所以你一次取的话是取两种牌，取两种点数，一次取两种点数的话，这两个点数是没有次序的，但是你一次一次取，第一次的话从十二个里面呢取一个。啊，第二次的话再从呢十一个里面呢取一个，那这是有次序的，哦，这个，但是他们是没有次序的，所以这样的话才对的啊，这个是不对的，所以的话哈，这个是错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什么？这个第五个的话，他是说哈，这个我们以前小时候玩的话，这个好像叫兔塔。就是哈、哦，两对哈，或者是两对哈，就一种颜色呢，两张一样，另外一种颜色两张一样，啊，第三种点数的话哈，那不一样。好，那有几种方法呢？就是说，我现在的话哈，从十二种点数里面的哈，十三种点数了，我取两种点数了，好，这两种点数都要呢取两张的，所以它是没有次序的。那跟刚刚这个不一样，哦，这两个的话哈是什么？是那个两张的哈、哦、取一个点数嘛，三张的取一个点数，这个呢是有次序的，哦，因为这两个是可区分的，那这两个是不可区分的，所以是从十二个点数里面哈、哦、取两种点数，哎，没有，从十三种点数里面取两种点数的。然后呢，其中哈、哦、一种点数哈、哦，一种点数呢是四张里面呢取两张，另外一种点数哈、哦、也是四张里面取两张，然后现在哈、啊、剩下什么哈、哦？剩下那个剩下什么呢？剩下这个记的话哈、哦，你就是要从什么呢？从那个从什么哈、哦？从其他不同什么呢？不同点数的，其他不同点数的话，给他取一张。其他不同点数的话，哈，有多少？就是等于是五十二张了哈。啊，扣掉多少？扣掉呢？这个，这四张嘛，四张嘛，八张啊。所以是多少？就是这个是44。44，44，
所以啊，再乘以多少哈？乘以那个44啊，再乘以44，再乘以44。哦，所以这里应该是乘以44才对的。哦，就是说哈，是3取2嘛，再是4取2。4取2。哦，再乘以44啊，乘以44也是这个了。这个的话哈，这个跟这个一样，哦，44等于这个乘以这个，为什么？这44的话可以把它看什么？看成说哈，是从什么呢？从另外的话，另外的那个11个点数嘛。哦，因为我现在有2个点数已经呢用掉了，剩下11个点数，11个点数13减2了，11个点数里面我取1个点数出来，然后取完以后这个点数哈，我在4张里面取1张，那这刚好是44，跟这个是一样的，所以这答案是对的，所以这题答案应该选2、3跟5。